悠然，既然你非要选择离婚，那这整个房子里的所有东西，只要是你的，全都可以带走。我要，你想要的话，我以为这次是真相，结果还是在。行吧，说你这次又想让我帮你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件西装是我亲，不要带走。悠然，你是疯了吗？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，有个应酬怎么了？不就是个生日吗？我都回来了，你还作什么作？不就是个生日？今天老公加班没有时间，那我就去公司和他一起过生日吧。那不是网红造型师陆雪儿吗？那个帅哥是她男朋友吧？听说今天是她生日，她男朋友在酒店给她订了一个8层大蛋糕，还有超级大的捧花，也太浪漫了。石墨山是她男朋友，我看到了。那我是谁？喂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在公司加班。今天是我生日，生日不是每年都能过吗？你怎么这么矫情？他把时间涂满全身。多谢池总您屈尊赶回来。不过我的生日已经过了。救人！你嘘。喂。我是，我肚子疼。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石墨神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会选择我，是吧？你真离婚了？当初要不是洛雪儿去了国外，石家也不会催着陈真，陈真也不会找上我。只不过没想到我们三年的终究抵不过白头偕老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！既然你已经离婚了。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玩。家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忙了整整一晚上，你去哪儿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个屁婚呢！现在是离婚冷静期。你一大早起来就说这个，没事，我先忘了。拜拜。你昨天晚上在玉色酒吧消费了180万。那真是，老娘再也不要你！干杯，干杯！行了，你是心疼钱啊？你放心，只要能离婚，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。好，可不不催法律效力，上午10点之前来我办公室签署协议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有那么多久？去哪试试跑分子的财产？能往好看吗？这是离婚协议吗？回答我的问题，男模好看吗？当年轻体壮，充满活力，一看这不用人不懂，
原来对挑男模还挺有经验啊。理论上可，实践嘛，就是还没来得及。毕竟我和石宗宁不一样，咱们还没正式离婚呢。你可以去找陆雪儿那个小三，而我有我自己的道德底线。雪儿不是小三，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胡搅蛮缠，无中生有？我无中生有，既敢发誓，你和陆雪儿之间真的没什么吗？你真是疯了！行，你不是要离婚吗？那就离，赶紧给你口中的小三让位。小子，醒醒！钱，怎么就不想离了？石总，我劝你不要太自暴自弃。我的意思是，麻烦让你的律师重新起草一份离婚协议。你的所有财产，包括股票、公司、现金等等，我全都给你。小三背后这么难，之前不是还说一分钱都不要？你刚刚有一点说错字，我是想，凭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，让你拿着本该属于我的钱和别的女人逍遥快活？你，秀然，秀然，陌生。你们要离婚？怎么是空白的？你找我来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我想做《竹玉》那部剧的造型指导。好，我会跟制作公司先说一声。嗯。啊，还有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，不用去见公司。你是不是怕悠然姐误会啊？要这样的话，我打电话跟他讲。不用了。莹莹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虽然吧，今天这个离婚协议没签成，但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好消息，我与竹玉剧组聘请做造型指导了。早就说你可以的，当年你跟校学长在学校里拿了那么多国际设计大奖，要不是你突然嫁给陈冠生，你早就成全球知名设计师。当初吧，在石家他们不准我抛头露面去工作，所以我也只能在家自己做这出戏。也不知道你喜欢陈冠生什么，那么多人追你，特别是校学长，不过可惜的是不得了。哎呀，都过去的事儿，再提。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名字？是你们公司打电话让我来的呀？真的没有。小飞，哎呀，陆小姐，能做我们岁月的造型指导是我们的荣幸啊！哎，舞蹈，你好，我是戚悠然。之前你们公司给我来电话，让我来做这部剧的造型指导。嘿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我帮你问问啊。戚悠然，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拍小广告的公司。在楼下。哎，我都叫他亲友了，真是没办法。姬悠然，我说莫三不喜欢你，就放手。到时候啊，你认识自己。丢脸吗？可是法律承认我的身份，比起那种阴沟里见不人的老鼠，可要好多了。你呀、啊，也就只有个身份。忘了告诉你啊，竹玉是陌生主动给你，是陌生让你来。陌生他是看中，不然就凭你一个待在家里三年什么事儿都没干的废物主妇，还想做造型指导？是，就凭我，都给了你三年时间，你不还是没能拿到我在大学时就拿到过的奖？怎么，这就气急败坏了？不知道石墨生看到你这副模样，还会喜欢？
他呀，就喜欢我这副模样，最见不得的，他就是你欺负我，欺负你。雪儿，没事吧？莫尘，我没事儿。悠然他刚刚应该是不小心推的。季悠然，就算再不喜欢雪儿，有必要追到这儿来打他吗？是，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打他，而且刚才我也没有。够了，亲眼看见了你还在狡辩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？我刻薄，是。你半夜三更跑到他家，一待就是一个晚上，被记者拍到后，让我成为所有人的笑柄。到现在，你还帮着他来剧组抢我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莫深，悠然他也想当卓越的造星人。你好好在家当个好母太太不好？为什么非要跑出来救他？迟总，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吗？我们正在离婚。又是离婚，真是够了，跟我走。你放手！我是不会跟着你回池家，继续过着天天围着你转的日子。好，知道了。你是想实现自我价值是吧？那我就整个剧组给你，都可以。你非要这么说是？行，那我要做卓玉这部戏的造型师。你是在找茬？我谁要这个？你整整在家里待了三年，每天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无所事事，你拿什么跟人家从国外进修回来的雪儿比啊？是啊，悠然，你一周都没有工作了，要是弄出来的设计又土又丑，丢了陌生的人怎么办？他的造型设计还轮不到你来。悠然，你来不是？肖学长，你回国了？季小姐，原来你是肖总那边打的电话。肖总，这位是主玉的投资方，这位是我们。行了，我们都认识。你去忙，不先走吧。肖总，我看你一定是被悠然给骗了。他以前确实会设计，不过现在啊，您是一个只会向家里要钱的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。悠然，悠然。你也太浪费自己的财了。肖总，竹玉呢是个大小，造型指导不能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的人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二位对自己的才华都这么有自信，依我看不如这样，你们把自己的设计稿都拿出来，咱们好好比算，到时候高下立判，如何？怎么，刚刚那么有信心，现在不敢比了吗？谁不敢了？本来是怕你输了没面子，既然你非要比啊，那就比吧。季悠然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任何能翻身的机会。来吧，两位，把你们的设计稿拿来。呀，我方设计稿的 U 盘不见了，是不是掉路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跟悠然见面的时候有检查过，就在包里。悠然，你把我 U 盘放哪里去了？你的 U 盘我都没见过。我跟舞蹈见面之后，就只跟你接触，你这设计稿都是我的心血。既然你不承认，我只能说话。穆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就算是警察，也要出示证据才能搜查。这不让我搜，就是心虚。你确定 U 盘在干嘛？我相信悠然，不是不然。他做家庭主妇这么久，应该是急于在你面前表现自己。救人。把 U 盘拿出来，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迟
是不是？就算我再想做楚玉的造型总监，我也不能拿自己的清白做筹码。惊然，既然这样，你就让我搜一下你的包，也能证明你的清白，不是？那就证明我是真的在。慢着，陆小姐，搜包可以，搜不出来，这怎么办？如果搜不出来，我就退出整个剧组。可如果搜出来，季悠然不仅要退出剧组，还要在微博上公开向我道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没有？找到你要的东西了？肯定是没有搜干净。我再看看。没有光看我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刚你看看什么？陆雪儿，你还记得你说的吗？请你退出竹月剧。林悠然，刚刚是我误会你，不好意思，怪我没有仔细看一下公屏。陆小姐，你知道承诺是什么意思？既然说得出口，就麻烦你遵守。莫深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是从小剧做起，好不容易接触到大剧的拍摄。可是悠然，他非要接受主意，不知道他是真的想要证明自己，还是跟萧总旧情复燃。是陈萧一百一直有联系，知道他会，才特意跑到他投资的剧来应聘。是陈萧一百一直有联系，知道他会，才特意跑到他投资的剧来应聘。我说池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误会？你回国后投资的第一部戏就找姬悠然来做造型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什么事？你到底讲不讲道理？请我什么时候能来上？上什么班？告诉你，这部戏的造型指导不可能是你。池墨深，我知道你在华中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，竹玉的最高决策人是我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什么公司，资金有多么雄厚，只要是在华城，你想开一部戏，我说了算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赶紧跟我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走。进去，杨雷，锁车。池墨深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去！这么迫不及待想见老秦人生，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去见老秦人生吗？我是刚刚才知道他，刚刚才知道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之前你闹离婚的次数也不少，我还在想为什么这次那么坚持。就凭你那半桶水的设计功底，你还想去当竹玉的造型指导？原来是想去见萧一白。半桶水的设计工具，是陆雪儿什么都好，在你心里什么都是最好的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你提陆雪儿做什么？悠然，悠然，悠然，三年没见了，还是喊得这么亲热。你想下去是吧？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你还真想杀呀！你敢咬我？姬悠然，怎么？他看见你跟我在车里亲热呀？我哪
上迟做你这么不要脸，这么喜欢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表演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算再怎么在他面前掩饰，也掩饰不了你已经是我妻子的事实。迟总现在知道我是你的妻子了，你心里巴不得从来没娶我进过门吧？木深，你爷爷那病啊，妈请人算过了，得冲喜。妈给你特意挑了，都是名门千金，你快过来看看来。哎呀，我不看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你快看一看。哎，妈，这个是你张叔家的，这个是你李叔家的，你看看这个好看吗？哎，季家的怎么混进来了？他们公司都要破产了，不能要他。这个怎么样？就他了。我不同意，公司的那些老家伙也不会同意的。我的婚事不需要你。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他了？你要是娶他，迟家可不会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。不需要迟家，我自己全都能搞。你想干什么？娶他。是，当初我娶你花了很大的代价，所以你最好给我恪守妇道，别出去勾引男人。对于迟墨深来说，我只是个八字正好合适的冲喜对象。迟总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为我们季家换一分钱。好啊，喂，爸。哎，是墨深吗？方便说电话吗？方便方便，您说。是这样的，我公司的一个项目资金方面最近出了点问题，需要6000万周转。您需要6000万是吗？行，我一会儿再打给您啊。好好，那我等你。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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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齐悠然，这就是你说的不再为季家花一分钱是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离婚啊？包括结婚的时候，你季家的窟窿是我给你家填上的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医院得找我。说的好像你白给钱一样，这些项目你注资进去哪一次没拿分成啊？你觉得那点小破钱我看得上吗？我告诉你齐悠然，只要你不再作，不再去见萧一白，你做到这些，这6000万我立马打给你吧。石总，我不需要，我不用你给。不需要我给？你给？你自己有钱吗？这就不劳烦池总你费心了。不用我费心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自己存了点私房钱，就是为了填你季家那个烂摊子是吧？是，我们季家是烂摊子，这些年来给池总您添麻烦了。好，季悠然，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你是在家里锦衣玉食久了，不知道6000万是多少钱了是吧？池总你放心，我靠我自己的努力照样能挣到这6000万。好啊，不希望我管季家的事儿是吧？那你就自己挣来试试，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求我。你又要做什么？迟总，您这车我坐不起。行，杨磊，让他滚下去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没跟他一起回去？刚才剧组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我都明白，你不用跟我解释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们孩子找高级珠宝设计师，我觉得以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胜任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。嗯，搬过去了。别叫车了，你去哪儿我送你。那麻烦你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走吧。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
还钱！！真的要去求迟墨生吗？陆爽，没事了，江小，先拿去应急。爸，你是墨生公司的人吗？我就知道找这个女婿准没错。行了，先解决问题吧。有枪了，跟我过来，我给大家还钱。不好意思啊，肖学长，刚刚我爸误认为你是迟墨生的人了。没事儿，能解决问题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你跟迟总又吵架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正在办理。你放心，这些钱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还给你。哎，我们是老金的朋友吗？进来坐坐吧，我给你烧好水了。阿姨，这是。些年前，我妈得了阿尔茨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。没事儿，今天家里实在是太乱了，就不请你进去坐。改天我请你吃饭吧。都理解，你先处理家里事，你改天再约。先走了。迟墨深竟然要和季悠然离婚！拿上这一千万！赶紧给我滚出国内，离季悠然越远越好。迟墨深，你当年给我的羞辱，我现在都会加倍还回去。我刚好有件事跟你说。我今天的事情可把你们吓坏了。我就希望你能和木生好好的，这样我就不用整天担心你们了。悠然，你想和爸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只是希望你跟我妈都能好好。放心吧。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肖学长，路上堵车，来迟了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我朋友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看了你的设计稿，非常满意，而且已经决定要作为下一季推出的重磅单品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都是你自己有才华的，不过你确定要用墨染这个名字？我现在还没跟迟墨生离婚，如果用真名，我怕引起不必要。你确定要跟他离婚？这是借条，你上次借给我的6000万，我分期打给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着急。再说了，你既然已经决定跟他离婚了，他至少应该分一半家产给我。他跟我结婚，他都觉得亏了，还想再问我花钱？救人！
你现在出息了，竟然敢背着我跟别人借钱。你怎么在这？区区六千万，就不劳烦笑了。钱是借给路人，不用了。你指望他还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都好，反正我又不缺钱。他还，就是我。况且让别人知道了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石墨生，这事与你无关。姬悠然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，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共同债务吗？跟我走。你走。好，你走。你想要钱，为什么不找我要？找你要，那不正合你心意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找我要，愿意找肖一白要。是我的。你还想干什么呀？既然要离婚，那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也要算清楚？池总，你刚刚不是说这是夫妻共同债务吗？就算我们离婚，那这六千万里边有三千万是我的，剩下的三千万是你欠的。你想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我也得给你写一个信？欠条就不用了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完成？我是个商人，只谈利益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。你别乱来啊！我现在可对你不开心。你在想些什么呀？最近我集团要上市，我要你搬回家住，我怕影响市场对我们集团的信任。我搬不搬回去住，好像跟公司没什么。三千万。万万没想到，还没分到整钱的钱，我倒是先欠了他三千万。三千万当然值得陪池总您你们跟夫妻的关系。老公，我们现在得去干什么？妈，我去看了，小心看。石墨深，什么人？咱们婚都还没离呢，恭喜彩旗一起飘了。我事还没做呢，你做什么？来，我先，你坐。你可得坐稳喽。坐坐坐。来吃饭。墨深啊，你看雪儿多懂事，过来陪我，知道你过来，我还特意亲自下厨。这是你最喜欢喝的海参汤。墨深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做汤，好。家里有阿姨，下次你不用放。我听说你很喜欢这道菜，所以我就是。我不行，你过来干嘛？我大晋熬的，你快尝尝。让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。墨深，好喝吗？好喝。墨深啊，妈看你都瘦了。肯定是季悠然做的饭特别难吃吧？连菜做的都不如雪儿，怎么配给人当老婆呀？墨深，如果你喜欢喝，以后啊，我每天给你做。这个选老婆呀，是不用的，选保姆才需要呢。哎，妈，你是不是想让陆雪儿来当咱家保姆啊？悠然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老是欺负我？雪儿，他还对你做过什么？
就上次在公司的时候，我悠然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听我总结，我要是不动手，岂不是白担了这个罪名？妈，这个破落魄出来的东西，你就是欠收拾。妈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怎么敢打莫深？你又做什么呀？儿子，没事。我敬你是长辈，我不敢打，但我敢打我老光您的儿子。要是你不在，带着以前那些连本带利一起落在你心爱的儿子身上。这些饭，我没办法吃。哎，季悠然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这样对他是吗？那当然，你看他都敢打你，看来我以前还是收拾的不够。你怎么能打他呢？他是我老婆，你打他不就是相当于打我吗？你还护着他？你们不是都要离婚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莫深，我，莫深。你师傅居然问进去。石墨山，你追上来不会是替了陆雪儿报仇吧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不讲道理。石总，我告诉你，大清早就亡了，现在不流行妻妾同庄。刚刚你人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现在怎么还在这阴阳怪气啊？阴阳怪气，是只要池总您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保证。随身带着离婚协议啊？我不是看池总你那边起草太慢，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模板吗？那因男方长期不顾家庭，不曾对两名子女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。季悠然，我是失忆了是吗？什么时候咱们两个有过两个孩子啊？这个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签了吧？师傅，停车。五下车。既然咱们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那本合同就不用再走。师傅，接着开。悠然，没人告诉过你，合同一经涂改就视为无效。那你为什么还签啊？签的多了，习惯吧。就是故意的。悠然，你动动脑子就知道，咱们两个的离婚协议怎么可能会用模板？除非你净身出户。你想得美！什么时候能弄好离婚协议？等法务部有空吧。就有空。我知道。不行的话，你再招几个人。因为我们两个离婚，就加大公司支出，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这么难抢，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你是个流氓！你今天怎么不敲门啊你？我进我自己房间还要敲门呢。再说，这个谁会对你耍流氓？你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而且你又是名义上正规的老婆。池总，既然你不行，
谁说我不行？从我们结婚开始，你不是在国外，就是在公司交工。你怕不是在掩饰什么？我掩饰什么？告诉我，是不是掩饰？试试就知道了。都要离婚了，迟总，突然这么热情，难道？是喜欢上你，喜欢上你，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条件，我可能会对你感兴趣。既然不行，那你敢乱动，我就……季悠然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能不能优雅一点？优雅？去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哎。哇，打扮的这么得体，怎么？是想让我带你去公司宣传主持啊？Sometimes I 두근거리는마른에게햇살처럼따뜻해怎么不说话？我是去合作公司见面的，你想多了。合作公司，又是小李白的公司。反正不是你的公司。你这身衣服太 low， 顶上风化，赶紧去换一下。哪儿漏了？刚刚不还夸人家端庄大方？我也就随便说说，这你也信啊？不知道哪家不靠谱的公司才会看上你这种只有颜值。没有头脑，我就当你是夸我漂亮。我要迟到了，你要出门吗？顺便抱你一下好吗？谁让你起床？要不是你昨晚起的我头疼睡不着，我哪会起床？老公，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了。一年以后合作，现在知道不是你。那就是答应我。去去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最好不要去祸害别人公司。要是你迟到，回来就刷爆你的卡。肖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去参加珠宝发布会，你也受到邀请，一起吧。好，听我麻烦你了。悠然，你也来了。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呀？我刚刚莫山送我来的，不知道你来不来。要知道的话，早该叫他顺道帮你。现在世道变了，小三就追去了。哼，悠然，你别动不动就小三的，在感情里，在感情里，你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，是想这么说对吧？小三当成你这样，有什么值得炫耀？出头婚了两年，不还是没把石墨山那个小姐挖走吗？像你这种为了冲喜娶回家义不父母的女人，我怎么觉得好怪？一个女生看你咋样？我倒是希望你能给力一点，毕竟到时候人老珠黄，见人不怪谁，又没得到名分。那
还是真的可怜。季悠然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季悠然，看你这次还怎么得意！我说你呢？季悠然，怎么得了白血病？指导，悠然呢？季悠然也来了。他跟我一起过来，按说应该已经到了，你怎么会没看到他？不好意思啊，失陪一下。去哪儿了？怎么不接啊？别怕，电梯已经修好了，带你出去。霍真少，怎么还对迟墨深有期待呢？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我去给你拿杯水，等我回来。那不是季悠然吗？他怎么打扮成这样子了？石总发布会都是带着陆雪而来，估计他已经气得发疯，顾不上形象了。要是我，豪门阔家当成这样，还不如不当。季悠然，怎么才来啊？这发布会快结束了。是你给柳毅动的手脚对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敢做不敢当，你也就是个。谁敢背后动手小事？是我做的又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莫诗连这种发布会都没带你参加，你还厚脸皮的在池太太位置上待多久啊？下一次可不就是官兵梯子那种的？你说完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这么多人看着啊！你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心疗整形。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老坏电梯师，玩阴的是吧？住手！雪儿，雪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是，还好你来了，我要被他打死。季悠然。今天是发布会，你在这里打人，你是疯了吗？打他就打他，
难道还要选日子吗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是不是？如果你漂亮，这种场合你就不应该带她来。石总，您派来打陆小姐的原因是什么？您和陆小姐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今天全程都是陆小姐陪在您身边？我头好痛啊！我刚刚可能撞到了。好，送去医院。刚才为什么要暴打陆雪儿？你是不是嫉妒他？石太太，池先生抱着陆雪儿离开，你心里有什么想法？池太太，你不说话是不是已经默认池总已经出轨了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借过。季小姐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改天再回答各位的问题，麻烦让一下。你还好吧？还好，谢谢你啊，小学长，刚刚替我解围。没什么。小学长，那麻烦你送我去个地方吧。爸，爸。嗯，老婆，妈回来了。爸，你不是说妈不见了吗？怎么？我刚才以为她出去了呢，我到处找找不到她，谁知道她躲在柜子里去了。嗯，小学长。抱歉了，连累着你跟我虚惊一场。没事，人找到了就好。来人，醒醒啊！啊，对，保姆，是我。你等等。哎呀，你说的是，全是那个照片。这个你收起来，他一直喜欢你呢。去我去哪儿发疯？去发布会那儿看看。池总，太太应该不会待在那儿。你今天伤得很难看，当着那么多人面动手，被按个故意伤害罪就好了。石总，太太虽然性格明朗直率，但从未在人前失礼过呀。你去查一下，今天季悠然到发布会后发生的所有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站住！昨晚去哪了？昨晚和谁在一起？一个朋友。一个朋友，相一百是吧？我去了哪儿？和谁在一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过来。这是什么？又是萧一白送的是吗？结婚三年，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哪样不是我给你买的高奢大牌啊？现在萧一白送给你这种廉价货，你还愿意戴啊？我告诉你，离婚冷静期内出轨也算出轨。小说出轨，师宗您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陆雪儿，当时陆雪儿伤得那么重，我如果不带她走，难道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是泼妇吗？所以你和别的女人亲近，还怪我？翟小兰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东西。脏东西不配出现在我家里！放手！小女子，谁都比不过你！你给我回来！师傅，你又惹了他？谁叫我惹他啊？明明是他惹的我，而且他越来越暴力。其实太太并没有无缘无故的。我调了昨晚发布会的监控视频，我发现他被人刻意删除了。不过后面还是能看得出来，太太没办法。你应该知道，太太他有病。那这也不能成为他打人的理由。
或许还有别的理由，就有他在被拆除的事情啊，那就赶紧找人去恢复。师傅，您要不要帮我一下呗？我为什么要哄他呀？明明是他先惹的我。因为我跟你一样，是一种专门哄女人开心的小男生。是是是，迟总霸气啊！既然太太这么蛮横不讲道理又动粗，那我就帮迟总把他赶出去啊！再见了，不用上班的呀。我这个。这是在干嘛？我要搬出去。哎，救人！救人！明明自己有低血糖，还不好好吃饭。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想跟我离婚？操！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怎么还撒起娇来了？怎么，知道我的好，不想跟我离婚了？学长，学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他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他就是个渣男。给我摘了！可男人的眼光真是差，我听老公的眼光是。你的手，昨天晚上是你照顾我的。不。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我那么忙，肯定是让保姆照顾你。也对，就算你有时间，也不会花在我的身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有自知之明而已。毕竟，家花没有野花香。我，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阴阳怪气什么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跟雪儿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嗯，我提过雪儿了吗？你要不是心虚，急什么呀？我真的不想跟你不相完成。你要去哪儿？迟总，以我们现在的关系，去哪儿？需要先 OK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能自己出去，你需要陪我出去逛一逛。是的，您是巨婴吗？出个门还要人陪着。这周有企业录音 party， 需要备点礼物。你作为我太太，必须跟我出去炫一炫。3000万。嗯。把这些拿到车上。这是刚到的新颜色，太太如果喜欢可以试一试。干什么？
先生和太太一定很恩爱。看先生的动作，平时一定经常给太太涂口红吧。动作这么熟练，在别人身上练了不少吧？你想说谁？我说谁？你心里不应该很清楚吗？你是吃醋吗？石墨山，你的自恋程度还真是出人意料。我们两个都要离婚了，后还有什么好在意的？石总裁大气粗不懂，像我这种家里经历过破产的小门小户，就算家里的一块破抹布被人偷了，我也会难受个好几天。拿着。这是刚才的口红。不过我必须和你说清楚，我从没给人买过口红，更没有给别人涂过。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秋然，你要是耳朵聋了，就赶紧去看医生。又发什么疯了？秋然，你要是耳朵聋了，就赶紧去看医生。又发什么疯了？那天回去，池墨深没有为难你吗？没有。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之前设计的那款项链，入手成功，先生。对方公司有意和你签长期合同。真的吗？那套设计是这几年我在家中画的。原以为……当然是真的了。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你毕业之后那么快就嫁给了他。其实以你的才华，当时有那么多公司愿意签你。不保护你。没事了。참그리웠었고또바래왔었던史太太，你要我们就让过去称喜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？能嫁给我们莫深已经是高攀了，还有什么好推辞的？我要嫁的人是石莫深。是。爸妈，我嫁。我以为结婚之后会有办法让他爱上，只可惜有些人的心是永远捂不热的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啊，对了，那天公司的人跟我说，他们要联系你，一直都打不通电话，怎么回事？应该是那天在电梯里摔坏了，回头找人来修一下。姐，我给你看一看吧。嗯，好了。肖学长，你这么厉害呀？其实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这儿松了而已。要是石墨深的话，他一定只会说让我去买部新的。秋然，你和他在聊什么？悠然手机坏了，我帮他修手机而已。坏了？那我让杨磊去给你买部新的。不愧是池总你啊，出身好就是不一样。
不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小孩，东西坏了本能反应就是修，而不是买新的。向学长，我记得你当初是自费去欧洲留学的，光学费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吧？那是因为有人给了我一笔钱。谁呀？他应该不想被我提起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天忘记把这个还给你。还在这，两个字是定情信物啊。池总误会了，这本来就是你的。之前伯母错把我认成了你，才会把它给我。我什么时候的事？算了，你跟他解释吧。总而言之，别因为我造成你们之间的误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给我！这是妈给我的。你不是说这是垃圾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解释清楚。既然这是妈给我的，那你为什么给肖一白带啊？妈那是认错人了。就算认错人了，你也不能给他呀。那天是我忘记了，我一下没记起来。你忙什么忙？就是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季家的女婿。季家的女婿？对，我就是没把你当成季家的女婿。我妈出事的时候，你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你现在还有理了？你自己弄错的事情，你还怪我？我错就错在不应该把这段平生搞上来，你还给我！我今天要去处理点事情。你在这待着别动，一会儿回来接你。还有，小雨白雨，情侣款，挺好看。池总，这个季度 QS 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我们公司。什么原因？他们公司新找了一个叫墨染的珠宝设计师，新推出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就创了销量情况。那就挖过来。是。太太，池总出车祸了。什么？他人呢？已经送去医院，正在急救，医生说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怎么了？池墨深，他的车子明明才保养过，杨磊开车也一直很稳妥的。意外这种事不好说的。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墨深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谢谢你。太太，你冷静点！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太，不是，请家属不要太激动。主任，干嘛？哭了。快点走！你说，你事儿大了。我怎么了？什么？过来。这就是你说的生命权利啊？怎么？我没死，你很失望？我才不希望你死。毕竟你不主动，要是就装死了，我连一半财产都分不到。你，太太。池总虽然说是扭到了脚，可说到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。池总说是小伤，死活不肯让医生给上药，可不就是病例吗？没事，不扭到脚，到时候等他老了，你就推着他去公园，让他找个别的帅哥帮他。那，你不打算和我离了？
你不打算和我离了？反正离了婚，你也可以去找别人了，反正就是换个人而已。我现在就去试。哦，对了，我绝对不会给你和别人跳广场舞的机会，只要让你跳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来，轻点，轻点。嗯，好。来，多吃点青菜。你给我加这么多青菜，你胃炎了？你吃这么多肉，以后不怕痛风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哪来这么多讲究？哎，浪费可耻啊！说。哎！我还没有菜重要。你摔在地上不摔不死，可菜要是摔在地上，那就吃不了了。岂有人！你不是你说的吗？浪费可耻。你干嘛让保姆都放假呀？我都扶不动你。你以为当别人老婆就每天吃吃喝喝逛逛？告诉你，这正是让你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。就是故意整我。我故意。我也好疼啊！你果然是人到中年，身体越来越不行。人家杨磊都没怎么回事，你还把脚崴了。季悠然，我是腿瘸了，不是耳朵聋了。什么人到中年不行？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男人的雄风。都这样了，还唱将军？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你别动，我去一下药。哎哎，疼疼疼！啊？很疼吗？当然很疼，不然我骗你的吗？我都还没碰到你呢。就是很疼。医生说你脚不太严重了，那我轻点。季悠然，你个扫把星，你就是这么照顾陌生的？你就是这么照顾陌生的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他在残害你。悠然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陌生的话，让我来就行。既然有人这么愿意伺候人，那好。哎，啊啊！这里有什么？这个贱人，你是存心要弄瘸我儿腿是吗？你妈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妈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如果你要是再打，悠然，你不要打魔神。如果你实在想出气的话，你打我就行了。如果你实在想出气的话，你打我就行了。是我给伯母说，想要来照顾陌生。那就交给你。悠然，悠然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凉拌。悠然，你还追什么追呀？妈，你来我这干嘛呀？你出车祸了，妈来看你不是正常的吗？妈带雪儿来也是照顾你的。你怎么在医院？伯母说你出事了，我就想来照顾你。不用了。怎么就不用了？那要是伤筋动骨了呢？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的脚，你的脚刚刚明明……难道你是装的？妈。
以后你没事就少来我这儿。雪儿，你别难过，妈一定帮你赶走那个季悠然那个小贱人。是因为我给你工资太高，你连做饭都不学了。这和工资没关系啊，当初你招我的时候也没要求精通厨艺。师总，你给保姆放假就是为了趁机和太太搞关系，结果怎么才把太太给气跑了？是我气跑他的吗？我这嘴抹了砒霜是你气的，不气。闭嘴，别以为我听不见你小声嘀咕。师总，你这次准备怎么哄太太呀？用得着哄吗？只要我给他发一个消息，他肯定会回来。在哪还不回来？我饭都还没吃，你不要忘了。人生是有骗，陆雪不是在吗？怎么会没饭吃呢？怎么，有事吗？没什么。你真没事吧？这会儿你就想到那个床上坐着，让我睡大了很多。你倒是别生气了，你心情不好。陈墨真伤了怎么样？陈墨真伤了怎么样？还行，只是伤在了脚上。肖学长，我得先回去了。来，还有件事。上一次你的成绩太亮了，所以你那个老公满世界都在把你找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上次合作的非常好，要是你一定要好好把这个马甲给我们做好。那当然，你放心，任何人都不会。有人，那你就是默然。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需要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就是默然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是你老公。所以告诉你是让你对别人的公司施压，然后一脚把我踹了是吗？你可以不告诉我，是你非得不告诉萧一白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我是一直在骗你。可是就算我骗了你，你不知道我是装的，你还跑出去跟萧一白约会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。我和萧一白是去见同行，是工作交流。工作交流，他都要碰你肩膀了。他那是因为我失落，他安慰我。安慰你，这一次安慰你碰你肩膀，那下次安慰你是不是要碰其他人？什么时候警告？不要用你肮脏的思想去揣测别人。如果你那么害怕我给你戴绿帽子，那现在就去办离婚。离婚？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提离婚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跟萧一白在一起吗？如果这就是你愿意离婚的理由，那就是吧。好，终于承认了是吧？离婚，你说的轻巧。我当初为了娶你，我给你们这家填了多少窟窿，我自己又搭了多少钱进去。你娶我不是一直都觉得亏了吗？现在用池总您的话来说，
那叫及时止损。好，好啊！你知不知道，我把娶你的钱，如果花在找比你漂亮、比你身材好的女人身上，能从这里拍到法国。那伸手，把木池从你寻欢问。现在我这个爱上你的女人，是，我开心。开心，我开心死了，我当然开心。你记住今天你说的话，等我回来，咱们立马办离婚手续。我看池梦深脸色不太好，有点担心你。你要去哪？你家里。不错，那就。要疯自己疯啊！少来那么多计较，干什么？哎，你就看看他那半死不活的样，就没让你天天照顾。还把公司给关了，我看是你脑子进水，是你疯了。大哥，我发现你呀太自私了。我看自私的是二叔你爸。你呀太自私了。我看自私的是二叔你爸。你个小子，张口说话。这些年来，我爸为了公司一直操心我，倒是二叔你来公司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拿钱。拿钱？大哥，这谁不知道你们家背靠着吃？那躺着怎么拿钱？今天跟我玩这一出，是怕我这些亲戚来家拿钱？啊！不要再提事情，我和池墨深马上就离婚了。离婚？怎么可能？我和他夫妻感情破，怎么就没可能？我现在为什么是那种？不用问他，这事儿是我自己决定。自己决定跟他离婚？哎，谁给你的胆子跟他离婚？大哥，你要是不管你女儿，我他妈给你管！你打我试试。如果你敢打我，我保证季家和池家再也没有人去管你那些女人。我怎么着？不要再到我家来。文金钗。请你出去。我走，行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不许跟师母生气。那二叔呀，你那打小是爱你，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。出去。你听我的话。好好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。没事，谁家还没几个难缠的亲戚呢？这样，你们聊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先走了。
苏墨深，既然你要离婚，那我帮你添一把。帮我办件事。幽兰，你们要离婚的事是真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爸，现在才来跟你说。你从小就很有主见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你的道理。爸呢，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谢谢你啊，傻孩子。我呢，陪你妈进去吃点药。你好好休息一下啊。你怪不得你们会摆烂，是上线回路去了。张经理，是什么审判你来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他是不会放你们进家的。你也知道，蔡磊这个人性格直又。所以这次石总叫我来的事儿，哎呦，我懂，我懂。这是季家现在不是缺钱吗？这是石总帮你们的。啊，哎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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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啊，那季家可有救了。哎呀，啊，先走了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！小总，您交代的事儿我已经办好了。那之前事儿办得不错啊。我的月饼，记住，永远别被人发现。好嘞好嘞，谢谢小总。你们这次真离婚了？是啊，喂，我爸妈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啊，我说不了。没事儿，等你真离婚的时候啊，姐给你弄个回归单身的 party， 去聚会。行。以后呀，你一定要努力赚钱。妈跟你爸都过什么？是季悠然吗？季振海是你的父亲。是。请你来警察局一趟。爸，你怎么会涉嫌非法集资呢？我也不清楚，今天早上警察来公司，我才知道这个事情。你既然什么都没做，那就交给警察，相信他们一定会查出来。但愿如此吧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慧慧，慧慧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妈，妈，妈，门还开着，你说妈会不会跑出去了？On the hill, I couldn't make it clear. I'm so confused. Face to face, it's too a strange a face. Can't recognize what's in the mirror. Blood. 已经找好几天，你妈消息还是一点没有。Sadly,他会不会出事了呀？爸，
你放心，一定会找到妈的。来，你先喝个水吧。都怪我，怪我出门太大意了，怪我出门太着急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爸，爸，你一定要听说爸，爸，我求你了，爸，坚持住，爸，坚持住，爸，坚持住，别让家属觉得。爸，再动手，还有吗？我要去找我妈。不是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可现在就你一个人了，而且伯父他需要人照顾。别担心，我留下来陪你。还有什么事？哎呀，大夫，现在他这个病情怎么样？但最好还在这里观察。我也吃过啥？哇，我口渴。怎么了？吃过啥？为什么我每次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陪在别人身边？莎，不要乱讲。你是卓明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。你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。反正不是亲的，嫁嫁怎么样？我是怕我时间不多。你放心，这次啊，我给你找到领域里最权威的博士，他针对你得的这种病，有很独特的见解。嗯。哎，都已经很晚了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嗯。怎么样？联系上了？嗯。别担心，伯母那边我安排人继续找他。谢谢你，小姐。跟我就别客气。什么事？我不该对你抱以任何期待。我害怕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了。常规检查而已，你之前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突然很害怕。不要闹了。陌生。小磊，太太最近跟你联系了吗？没有，姬夫人失踪了，姬先生急得脑溢血住院了，太太一直都在医院照顾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好几天前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哎，疼疼疼疼！哎呀，哎呀，刘然。公司非法集资的事情你调查清楚了，就是他捣的。二叔，这些年来我爸待你不薄吧？你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吗？你是要让我爸去坐牢啊你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什么事？是什么事指使我这么干的呀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对，就是石墨山，他派他手下来给我送了策划书，不然我哪能想到这法子？他没有必要这样做。不是，然然，其实，他就是不想跟你离婚。你想，你这样了，那你不就离不开他了吗？你是不是？原来这一切不是你指使的。
我来看看爸。赤松这身打扮，我们可承受不起。带什么东西？快，悠然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有什么好解释？我没想到你这么容易自首，你竟然敢派人唆使龙二叔去非法集资！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非法集资？ 何若不懂事，要怎么去？陈默深，你别说话了。不需要你说，你既然选择了陪着别人，那以后我也不需要你陪我了。 出去！我可以解释的，悠然，把你的解释留给别人吧。师傅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之前和泰坦二叔接触过的人，的确是我们子公司的一个小强。那就把他给找过来。不过。 他前两天刚出意外，那就死了。死了？查，给我查！这件事儿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苏导，出事了。据悉。 悠然，出来说，别吵到爸。这都是逃债者做的吗？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他们那边都是自己的血，不理智也很正常的。悠然，我会多派一些保镖，再也不会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 你二叔非法集资的事情，我一时间说不清楚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指使的。是不是？已经不重要。怎么就不重要了呀？那可是什么事？我现在一看见，我就觉得自己是害了我爸妈的罪魁祸首。不是的。 这跟你没有关系，那都是幕后指使者的错。我懂。如果我们早一点离婚，这一切应该都不会发生。这和离婚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样，你这一天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。 是不是？我现在不想耽误你的时间，咱们现在就去民政局，越快越好。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觉得合适去民政局吗？是，让人看到失踪前妻这副样子。
应该对不起这个人吧。我现在回去换身衣服，下午三点，你就去躲起来。不然，一个时空被爱的那个人是我，先说谎的那个人是请二位出示结婚证。麻烦迟总快一点，我还要回去照顾父亲。到哪儿了？我送你回去啊。不用。悠然，你如果哪天反悔了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马上和你复婚。松开，松开。悠然，迟墨深，你别说话了，现在看见你我就恶心。你有这么讨厌我吗？不就是。上车，悠然。你信不信？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再把这个换成结婚证。你还好吧？应该是早晨空腹喝的咖啡，有点反胃。悠然，你那个多久没来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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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来，都搬进去吧。哎，你们放那儿啊。我的东西有这么多吗？这是迟总交代下来的，付给奶奶的。我现在已经不是迟总了。这些呢，都是迟总的太太固定财产分割后送给奶奶。固定财产的部分还需要太太回头回去办一下过户手续。那现在这些送过来的东西呢，都是迟总之前送给太太的名牌包、珠宝首饰之类，还请您查收吧。你拿回去吧，不要。你赶紧走。季小姐，迟总这几天心情很不好，我可不耽误您了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我请你自己和他去说吧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么多啊！是吴山让人送来的，他俩长得不合。哎，说是公司分割下来的，这得不少钱呐、啊！这迟墨深对你可就大了呢。我看看啊，哇塞，哇塞，这论豪气啊，还得是迟总。悠然，你竟然没有被这破天的富贵迷了眼，你可真了不起啊！娘娘。不想要这些东西，你帮我跟他说一下。哎，你可别啊，他那脸长得跟冰山似的，我不在意。
不然你自己来说。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呀。嗯。那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没花，那你给我。喂，怎么了？是发现还是我对你最好，所以想找我复婚了？是我。林莹莹，季悠然呢？悠然让我帮他转达一句话：池墨深，带着你的东西，喜欢。喂。喂，妈。墨深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那个女人，你以为她会感动吗？妈，我这辈子赚的钱也不会给别的女人用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想为那个女人守身一辈子？我明天安排人跟你相亲。你不用费心了，你这辈子就算再婚，也只能是后婚。师傅，你别搞了，过来喝点茶吧。师傅，要我得，如果你把那些话说的太太听的话，你们也不会离婚。以前是不是说过不离婚，但是现在说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谈谈。没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你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，都是你自己的才华。天天窝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这真是埋没你了。小一白，你就是故意的！你主动接近他就是有目的。石墨深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！石墨深，说的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回来就是为了他，很简单，因为我原以为你可以照顾好，不过很遗憾你没有。现在把正事告诉你，如果你照顾不好他，就换我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换我来照顾他。你照顾他，就像当年那样照顾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不要欺负他。你赶紧离他远一点！什么事？你发什么疯呢？我发疯？你说我发什么疯？我跟你撒小学生，喝醉了，你干什么？我没喝醉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虽然我喝酒了，我没喝醉。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回家！不回！回不回？回个屁啊！走！走他！我头疼。还说没喝多呢，撒开！一转身，一直走，一直梦，一直疯，一直没停留。那些美好的越靠近，越沉溺，越来越不想放手。根本就睡不着。你就是不希望我好。我怎么会不希望你好？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啊，说每一个合格的前任
我应该向死而已。那倒不是，这些年来，你为了我和戚家花了多少钱？说这点，我还是很感谢你。我好像知道，你只是喜欢我有钱，可是为什么萧一白一回来，就连我的钱也不要了？莫神。 今天醒了就赶紧离开，以后喝了假酒记得把自己锁家里。这么麻烦？喂，石总，关于太太家非法集资的事，有新进展了。 知道，顺着小姐姐的关系，我往上查。我查到萧一白，之前让你去查萧一白的时候，你说他在国外结过婚，后来离婚以后，妻子还因为意外去世。之前让你去查萧一白的时候，你说他在国外结过婚，后来离婚以后。 妻子还因为意外去世，是，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大的保险赔偿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正在让人紧张。那就继续派人调查。哦，对了，一定要好好派人护着戚薇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太太家怎么会有这个？行了，这是叶酸片。 一般怀孕的女生都是这样。你别说话，现在看见你我就恶心。帮我把药放给你。好的。 你呢，就是一个见异思迁的贱。有错吗？不知道。你不记打是吗？怎么，你要打我呀？<笑>如果你觉得之前的事情你不够红火的话，你就来打呀！<笑>你可别冲动啊，他的身子可金贵着呢。怎么，现在病逝，还分三六九等了？哎呦，不是这样，我之前看到池总亲自陪他来医院做检查，那样子都快把他弄到手心里头去了。 你要是把他打伤了，你以后再划什么日子，他怎么做呀？那没有，我劝你赶紧滚，越来越好。突然，郭深，你怎么来医院？你给他说了什么？我也没说什么，就是他见到我跟见到仇人一样。 而且又要打我。网上关于姬悠然打人的视频是不是你发的？什么视频？我没听说过。陆雪儿，因为你哥，我一直对你容忍和照顾，但没想到你一直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。郭深，
虽然答应过我哥哥，我一直照顾我的。不会听你哥。他在临终前都还以为你得了绝症，在去世前最后一秒，还在托我好好照顾你。我不这么对哥哥，就不会理我。我对你很失望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情。 没事吧？你知不知道，季悠然怀了石墨生的孩子，你还想着跟二嫂过吗？你说什么？她怀孕了。我真该好好谢谢你，告诉你这个消息。你笑什么？季悠然到底有什么魅力？你们一二哥被他们这么神魂颠倒的。这是我名片。 就当你告诉我你的消息了，好不好？留给你。相信我，你会需要。悠然，哎，迟总，不好了，太太她。 他约了今天的手术，应该是要拿掉孩子。啊！啊！我真打算做这个手术啊。没事，你就说出来。那你要不要跟石墨生说一声啊？好歹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。跟他说有什么用呢？他根本就不想。 季小姐，整个过程很快就结束，别紧张，知道吗？受到任何伤害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什么事？你发什么疯的？我发疯？你说我发什么疯？我会保护你的。等等。 住手！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竟然做这种手术！我做这个怎么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这手术是从外人出去。我告诉你。 你今天要是敢给他做手术，我迟家就让你再也动不了手术刀。石墨生，怎么会有你这种独断专行的人啊？我独断专行？就算咱俩离婚了，我也是孩子的爸爸。我难道就不能有决定权吗？你看看，再说你有没有资格做这个？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要孩子了？我只是来做个 B 超检查的。嗯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医生，等等我。住在这儿的病人呢？他去哪儿了呀？那我今天早上帮他带他转到高级 VIP 病房去。我很想和你说的，但是以为你在。我已经帮爸爸请了全球最顶尖的医生过来帮他治疗。谢谢你帮了我爸。不用谢，那也是我爸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买点新鲜的花，放到爸的病房里。我和你一起去。
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麻烦帮我放一下。喜欢吗？你以前不是说送花最俗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？确实是有意义。确实是有阴谋，那阴谋就是追我。你现在从哪儿学来的这么多甜言？我一直都很会说话。老公，好看，就像月亮。真的吗？又白又亮，还酷。你，什么？你笑什么呢？有这么好笑吗？笑都不行了吗？笑一笑，十年少。是，笑一笑是十年少，但是越爱笑的人啊，越容易长皱纹。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老公，我在把我皱纹拉平啊。拉平。以前都是我忍耐的，不然。现在我改。哎呀，我这肩膀突然好酸呀、啊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让我一个大男人背这种女士包，这也成何？偶尔体验一下背包的感觉也未尝不可。偶尔体验一下背包的感觉也未尝不可。真飞啊！别笑。悠然，真巧啊。你也在这儿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伯父。对了，正好我还有事儿问你。你那个陆雪儿在竹玉的剧组你知道吧？但是你知不知道她的服装造型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？石总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她出了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小姐，你的花抱好了。谢谢。你跟他不一直都是情人关系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什么？把份报告给我。你刚不说你背着累吗？再累，也不能让别人的男朋友替我拿。秋然，你有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要回去照顾我。我们一起。你设计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你要抄你也找正儿八经东西抄，你设计的是啥呀？啊！听说啊，当初是挤掉了竞选出来的造型指导，一塞进来。网红就是网红，实力不行。你不知道，路透一出来，这部剧的服化道就被骂上热搜，说年度最大制作的古偶就是个垃圾。可惜那个被挤掉的造型指导，被这种水平的人挤下去，真冤枉。喂，莫神，剧组出了点事儿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上次我就和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但是，喂，帮我把竹玉剧组的声音扔下去。帮你我有什么？你也不想看到池墨生跟姬悠然复合。姬悠然现在拥有了池墨生大半的家产，娶了她就拥有了权贵。
想要拆散他们还不容易。让季悠然恨透了池墨深不就行了？季震撼，该怎么做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季悠然，这不得恨死池墨深？你也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那太碍事。幺二零三个字，今天是不是还没有抽血呢？干什么呢？走错了。护士，我爸今天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和昨天诊断都差不多。嗯，刚才有个奇怪的女人在机械人旁边鬼鬼祟祟的。杨磊，多派几个人来医院守着。你给个什么鬼药丸啊？半天抽不上去，还等没来得及。没用的东西，这点小事啊，为什么真不要？你也配？你敢动我？你给我小心点啊！没用，废物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没了池墨深，什么都不是。你又像什么东西啊？滚！滚！可人你都看不见，废！等着我。苏总，太太，季夫人的事情出现了新的进展。有我妈的消息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派人调查了季家周围的所有废弃记录，发现季夫人最后出现在了一个花坛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们怀疑季夫人被人带走了，并且避开了所有的警察死角。这几天我们天天广告穷村选手，如果是普通人，该怎么办啊？也应该有消息了吧？有话就说。我们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故意绑架。行啊，喂，是悠然，你妈怎么了？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我妈在哪？是。哎，主任。不是然然，我当然不是你的那个贱女儿，因为你的然然马上就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哼，西游人都抢走了，
还不让玉生帮着，搞得我现在只能低三下四的去求别人，找别人吃去。你说不是你女儿做的，还能是谁？快放开我吧！姬悠然，我不是就你一个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带墨山？雪儿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先放了我妈好吗？好好说。墨雪儿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我冲动，我忍耐了这么久，我等了你两年，我等你跟他离婚之后再来娶我，个结果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你。不然，有人弄清一些。墨雪儿，你先把我妈放了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好吗？真的是什么条件？真的，我都答应。好啊，那你现在立刻离开墨深，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墨雪儿，就算没有机会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你，因为我只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。妹妹，我们之前明明关系这么好，就只是妹妹。我懂了，就是因为姬悠然，是姬悠然破坏了一切。你妈这个老贱人，现在好像已经得了老年痴呆，连自己女儿都忍不住。你说我现在要不要一刀捅死她？陆雪儿，我求你了，你放了她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跪下来，一步一磕头的走到我面前，求我，说不定。你放了我吧，让我跪。你真的能放了他吗？当然，看你跪的好不好，磕的响不响。不要，不要，然然。我跪。你不能跪。你不跪是吧？我跪。陆雪儿，你放了我吗？陆雪儿，我求你了。起来，起来。秦墨深，你就这么行吗？就算他跪了又怎么样？你这样羞辱他，只会让我更加疼惜他，更加爱护他。他是骗你的，他是个坏女人。不管他是好是坏，在我心中无可取代。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救我妈！你们说够了吗？姬悠然，你不要再出来，我现在就捅死他！不行，阿姨太虚弱了，赶快送医院。不行，石墨山，你真的会喜欢你多久了？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，却抵不过养了姬悠然的一次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够了吗？如果没说够的话，以后都得跟警察说。墨深，你不要讨厌我，我以后不说，我不说。我
雪儿，雪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我哥哥走了之后，也没人疼爱我。现在给你一个道理，还不如就这样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悠然，快走，快走！陌生人，哎呀，你别管他，快走吧！怎么把门锁了？你光听我说，陆雪儿手上有刀，她很危险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，你让警察去处理好吗？先把你妈送去医院，快走，快走！我，悠然。陌生，陌生，悠然，悠然，快跟我走吧。小一白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，我知道你在外面。你之前在国外杀妻骗保的事情，我已经让人调查得很清楚了。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你快跟我走。什么杀妻骗保？他糊涂了，他一定是糊涂了，跟我走。那你把锁打开啊，放他出来。悠然，你跟我走吧，我跟你保证。我不会像他一样了，我可以时时刻刻陪着你。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以后再也不需要为钱烦恼了，不是吗？快跟我走吧！快跟我走吧！走吧，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小一白，你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了是吧？真是为了钱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你之前就为了1000万就可以跟姬悠然分手？分手？我跟他从来没在一起过。没在一起过？说的对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就是那种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人。反正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只要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她就可以继承你所有的财产，到时候那都是我的了。你这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子。说的对，就是疯子呀。我只要炸弹一炸。所有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买了炸弹？对呀，不然呢？你以为陆雪儿那个蠢货把你妈绑到这儿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是我神。等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所有的一切就都属于我了。石墨山，等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所有的一切就都属于我了。啊！耶！墨山，墨山，墨山！哎，你为了他可以连命都不要吗？哎，走吧，炸弹一会儿就炸了。不要管我，你自己你也考虑考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我可以做他父亲，我可以。爱的人不是你。你们两个全都是疯子，你们一起去死吧。罗山，罗山。
修然，你赶紧离开这儿，不要管我。我不跑，要死一起死。你退后。老师，你们走吧，马上要爆炸了，快走。你醒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？嗯，就是哪天儿都。听说爆炸的时候，石墨生把你整个人都护住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他人呢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在隔壁病房，他的情况还是你自己去看看。你好，是屋子里的病人呢，他刚去花园散步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没想到那个陆雪儿是这么一个阴险的人，亏我对他还那么好。妈，墨神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惹出那么大祸事来，还敢偷人家家钱？妈妈妈，这事怎么能怪他呢？怎么不怪他？要不是娶了她，哪会有这么多事？我就不知道了，你这个狐狸精到底好在哪儿？墨尘当初为了娶你，连施家继承人的位置他都不要了，自己跑到外面辛辛苦苦去赚钱，要给你们季家还债。施家娶我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生辰八字可以冲喜吗？墨尘他非要娶你，哪还浪费什么时间看什么生辰八字？今天他为了你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你说你是不是个祸害？妈，都说了，这次要不是悠然，你就见不到你儿子我了。都说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今天非要把这个祸害给我赶走。哎，妈，哎，都说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今天非要把这个祸害给我赶走。哎，妈，你想要肚子里的孩子？什么？是怀孕了？是啊。他这次不仅救了你儿子我，还救了你孙子呢。救了我孙子？你早说呀！哎呀，悠然呐，哎呦，你说你怀孕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没来得及。哎呀，那这次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没事，医生说没事，就是要静养几天就好了。拜拜。老太太，我陪您给孩子去买点营养用品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给我的孙宝宝买东西。你要照顾好我儿媳妇啊。是。啊，走。还在生气啊？石墨深，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给萧一白的1000万是怎么回事了吗？还在生气啊？石墨深，你现在可以跟我说，你给萧一白那1000万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当时在学校外面。今天就让你试试一白哥哥发嫩的时候。爷，萧一白，你有病啊？干嘛冲出来打我？你都已经和姬悠然在一起了。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的混在一起？你就不怕姬悠然伤心难过吗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难不成你也喜欢她？谁能想到咱们人人崇拜的学生会会长居然会喜欢别人的女的？你以后不要再这样。我没听说学生会有这条规定。你说姬悠然那么喜欢我，要是让她知道会多伤心。不过
他也可以不知道。你什么条件？一千万，给我一千万，我马上给他分手。啊啊、你拿上这一千万，赶紧给我滚出国内，离姬悠然越远越好，免得他再伤心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他说我是他女朋友，你就信了？你怎么不问我呀？当时全校上下都说你们两个是金童玉女，全校都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是用钱逼走情敌的，不光彩。你可能不记得。别跑，我保护你。没事吧？学长，谢谢你。可是我明明也叫了你学长呀。那我可能不记得了。要是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理你？以前知道是因为萧一白，但是现在啊，不知道。我过生日那天，我看见你跟陆雪在街边接吻，你们还一起进了酒。接吻？那是因为当时他说我领口有东西。然后又让我陪他去酒店拿东西。那你陪他出国，你还帮他找工作、我头好疼啊！你别故意打岔。嫂子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可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待了很久，如果我找不到答案，我肯定会一直想着。是这样的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他是被他哥哥带大的。而他哥哥呢，又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记得当时在我去争取你的聘礼钱的时候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后来他哥哥因为意外去世，就托我照顾他的一个妹妹。我哪儿要用这么多钱？当时我妈说你不愿意，说你就是看中了李世家能帮你家还债，才答应嫁给我的。不是的，我当时明明是听到你的名字。大力。好，现在我知道了。我市重大绑架案谋杀案嫌疑人肖某还在逃逸中，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。来，这一次幸好有陌生女请来了顶级专家，我才能这么快醒过来。爸，这个手该做。最近啊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还好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。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其实有些事换个角度看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东西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너어땠는지아직여름이남아왠지난죽은지쳤던하루嫁给我好不好？悠然，嫁给我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人人嫁给学长，人人嫁给学长。虽然我之前让你伤心难过，但是今后我一定会让你开心快乐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
你全程是随身都带着戒指吗？对，离婚以后，这枚戒指我一直戴在身上，以便我随时等待着，等众人把它带回去。 사랑아 그리운 나의 사랑아 꼭 놓아 불러보시나 매인 듯 아픈 사랑아 나고 肖华生，让坏人的好事你也给我放下！还有，把他给我摁住！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！小心，就算你在我结婚这天出现，我也依然不会放松警惕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，像你这种心胸狭窄的人。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报复，放屁！这些狗男女全是你们构陷于我，我根本就没做过。做没做过，警方自然会用证据证明。你知道吗？你当初在我这骗走1000万以后，你就不该在乎，要怪就责怪你自己贪得无厌。老太子，走，走，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什么？ 四哥，赶紧去领证吧，别耽误了好时辰。走，来，兄弟啊，赵彻林，来，一二三，笑。